大榴莲，这个榴莲大吗？我看有四公斤多，四点五公斤。这个是什么榴莲？十五号，一二三 ，Jenny， 哪一个品种？哇，看到吗？黄肉的，黄肉的，来，哇，你看漂漂亮亮的这个 ，nice， 啊，要看它的形状哦，它的皮啊、哦，很难吞的，很浓的它的味道，它的皮很滑，又厚，皱皮，自然皱皮。